你给我买点豆腐脑回来呗，不放香菜。还买啥？没有，我就豆腐脑就行。油条。油条不好吃。菜卷。买俩包子。包子不好吃。我看还行。我就要俩包子，然后一个豆腐脑就行。不要香菜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昨天我跟大胖回新家了，然后刚睡醒，我叫大胖洗衣服呢。早上也没啥吃的，我准备去买点早餐上市场。从我家到市场得10分钟，是吧？嗯。因为我们属于富川的北部，市场在富川南部。出发。现在已经到富川市场了。这个市场也有好几家咱们中国人开的店，中国食品店，还有熟食店，还有面条店。现在我已经到早餐店了，看见有好多人在买，看咱们中国人生意多好，还得排队呀。有包子、花卷，还有茶叶蛋呢。这都是咱们中国人，中国面食。等豆腐脑啊。行。嗯，我俩早餐就买一点吃吧，因为我俩就在这住一晚上，然后要是做菜做饭的话太麻烦了。我家这冰箱里啊啥也没有，就是一个摆设，空空的。买完房子也没住几天，这里都空的。我喝豆浆。嗯，豆浆还是愿喝国内的，那叫什么？永和豆浆。对，永和。用个小塑料杯，小药管就喝。像现在，以前我记得好像才1块钱一杯吧。没有，现在贵了。那都是几年前了。我们家楼下，嗯，不是早市吗？有卖那个牛肉饼，嗯，你吃过没？那个也好吃。吃过。牛肉加洋葱，很鲜，外酥里嫩。吃过。我们家楼下排队吃啊。我还是愿吃那个回族做的馅饼，嗯，烧麦也好吃。我在吉林上学的时候，向阳市场有一家回族。向阳市场哪来的？朝阳街那儿。没到朝阳街。是，我知道，我姑家在那儿住吗？儿童医院在后边。你整哪去？越整越远了。嗯，产院。妇产医院。嗯，产院。那个早市大呀。嗯，你知道吉林市第二口腔医院吗？听过，不知道在哪。
我还在那里实习过呢。在儿童医院对面。嗯。啊，知道。我经常说四路车在那来回路过嘛。嗯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。有。东市场附近。嗯。是吧？东市场也没有以前繁华了。我上学那阵儿。买衣服都上东市场呢，河南街。嗯，现在也没人了。那人都哪去了？网购呗。嗯。网络天下了。嗯。网络时代。以前每到过年的时候，买年货也上东市场，他那边不有批发市场吗？嗯。买猪肉啊，买各种什么。菜呀东西，其实也没感觉多便宜。我那时候也经常去东市场河南街。河南街现在彻底完了。他那不是步行街吗？嗯。以前年轻人全上来，现在上面都没有人。店还有那些？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，我也早上去，没回去了。我去的话，我就待几天回来。我一般就去东市场，嗯、去那个大会园买点东西。我自己我也没有朋友在那，上哪溜达呀？你在那上的学还没朋友？朋友也都在外地呢，都在苏州那边。不过我挺喜欢吉林的。说你找了个吉林媳妇吗？你要不是吉林的，我的故乡能找你。不一样。